的时候了。也许只有杀了他，日本人才会明白他们扣押张新桥的代价是什么。这个房间正对着宪兵队的大门，是绝佳的狙击点。只要织田走出这座大厦，他就进入了陈春雪布下的死局。站住！这里不需要打扫。什么？我去看看，怎么回事？有老鼠！有老鼠！从哈尔滨拿到的鼠疫样本，经过十年的研究，终于可以投放战场了。细菌战会大大加快帝国军队在中国南方的推进速度。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。检验成果的时候就要到了，我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想要他死吗？把枪拿过来，把
枪拿过来。把他们绑起来。绑起来。快。快快快快快。情况怎么样？是陈春雪，她杀死了我们四个保卫，还抓住了铃木长官和大岛将军作为人质。陈春雪，我是藤野。陈春雪，我是藤野，有什么话你可以对我说。你最好不要有别的打算，否则我会杀了你的长官。他们现在安全吗？铃木长官、大岛将军，你们现在怎么样？我们还活着。陈春雪，既然人质在你手上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不要跟你说，把高桥叫来。你为什么要见高桥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他。他害死了我的姐妹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呢。高桥现在不在上海，他不可能来见你。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。你最好按我说的做，把高桥叫过来。等他来了，我自然会说出我的条件。否则，给你的长官收尸吧。铃木长官，要不要叫高桥？你最好下命令，否则我打死他。叫他来吧。离国际饭店还有多远？大概20分钟。快点。是。开门。这里不宜久留，陈长官，赶紧走吧。嗯，好。
什么事？还没走啊？走。陈春雪，我来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否则你的上司会死得很惨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今天把你叫来，就是想仔细的跟你算一笔账。不要干傻事。以免我诬杀了你的日本主子。你那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。说吧，你要算什么账？你知道吗？江秋宁、夏宝珠，他们都是我最尊重的人，就像是我的亲人。可是，因为你，他们永远的离开了。陈春雪，你没那么幼稚吧？这是战争，但是他们不是军人。这场战争不应该把他们卷进来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侵略，让他们失去了平静的生活，抓起了枪。你们因此要接受惩罚。来，开门，行动。好，来，快点。好，好了。快！炸弹呢？在这儿呢。废话少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你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替日本人卖命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帮着日本人屠杀中国人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怎么，你无话可说了？我只能说人各有志。陈春雪，你只不过是个杀手，你不会明白我选择的方向。一个目标的实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代价？我想我比你更明白。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。接到电话，松江的工厂遇到袭击，被大火包围了。
什么？我们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。我想我们的同伴已经彻底的解决了你们的工厂。陈春雪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那就走着瞧吧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他。铃木长官还在他们手上，陈春雪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你要冷静。藤野队长，下令强攻吧，这样他们还有活着的可能。进攻！他有重武器，调防化兵。是。快，快点！放烟雾弹。和你的细菌说再见吧。进攻，快！商人带到安全地方，快进去。看着烈火吞噬着细菌工厂，沈筑成在心中默念：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小雪，
你看到了。